所有的自由是我们强国的自由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自由。自由不是一个人的小自由，你要吃什么，你想去哪儿，这是一个人的小自由，都是小自由。强国的自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由。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我们当然没有强大的强国。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，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，社会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现在不用英文说话，所有的视频今日到。我用中国国乐，所以我给你们唱这个歌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好，共产党是我们的好领导。我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，我非常感谢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。